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歌手的分队环节，我们已经诞生了两位队长，那英老师、张信哲老师。耶、肯定就是因为我们俩老啊，一人我一个人带一个队。我是佛系随便来的。我也是，都随便来的。对。我们第一轮的竞演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瞄一眼娜姐。娜姐，那个唯一可以搞定娜姐的就是这个。好摇滚哦！这太炸了。我们是随机的。哎呀，这个举动有点丑。等一下，宗伟哥，干嘛？你还是要自己放哦。虽然我们是随机，但是也没有那么随机。我以为这样很拽，不好意思。拽过了。我们也认为有一点点啊。过了，哥哥。加入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音乐派对、超前营业、会员加更等更多精彩内容。各位歌手下午好，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歌手的分队环节。根据所有歌手的投。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够适合这个担任队长？担任队长，首先这个人一定要愿意当队长。比方说我就不会想当队长。对，不要为难大家。就是最有气场、最有权威、最有那个架势的。我觉得他应该要阅歌无数吧。第二个就是他要有一个宽容的心。当中，如果到时分成两队的话，你会愿意当队长吗？我的天哪，你可是，我肯定不敢，你这不是 normal。 对，为什么？我觉得娜姐是不是很适合做队长？ Okay, 娜英老师，娜英，我选娜英，我可以让她当，选她当队长吗？她会是我可以当她的队友吗？娜姐是 slay 全场，她有很多带队的经验。如何整理自己的队伍，他们的特色、优缺点去发挥，选娜英跟张哲，他们的歌这么多，哎，就是然后资历也深，然后这个，我想不出有其他理由不让他们当队长的理由。前辈，当然两个大前辈啊，我的爱如潮水。我的那肯定选他，我从小就 K 他的歌。根据所有歌手的投票结果，我们已经诞生了两位队长，他们分别是娜英老师张信哲老师。肯定就是因为我们俩老啊，我一个人带一个队。不是，为什么老就要当队长？没有没有，因为你们两个说的话我们都会说好。对，前辈他们不敢反驳。我准我当队长争取不到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是佛系随便来的。就是你随便来的啊。我也是，都随便来的。对。我真的很佛系，就是说让我当队长的话，那真的队员们你们就好自为之吧。来，哎，这是什么？队长宣言。哦，我作为队长，将负责组织好本队各个舞台的表演工作，是本队人员规划舞台准备和演出效果的第一责任人。什么？我竞演前组织好筹备会，对舞台分工进行全面统筹。你统筹、啊、灯光舞美音响吗？灯光舞美音响吗？腿软了吗？然后呢，合理的安排演出组合，制定作战计划，竞演时及时掌握分析两队的战况，鼓舞士气、这个你可以。竞演后组织好复盘会，针对下一轮竞演制定新的规划。我作为队长，将抓好队内的团结协作的氛围，组织安排队内团建活动。还要组织团建呢？对呀、保证全队的愉快录制。
我们就打麻将啊，什么什么，烤串啊，然后喝酒啊，聊聊天啊，然后多加沟通一下。这个你可以，这个你。我们的宣言是：跟着我走。我们的宣言是：应有尽有。跟着我干，那才好看。厉害了，真好。OK， 可以，好。恭喜两位队长。那在我们的客厅左后方和右后方分别有两间房间，这是两支队伍的备战间，请两位队长选择心仪的房间落座。啊？谁要选房间吗？对。你要左边右边？都行。咱俩左边右边，好吧，我这边吧。走。这俩。哇。好，接下来分队正式开始，请两队队长充分思考，认真判断，从黑板上选择一位成员的名牌，进入对应的队伍。当两位队长选到同一队员时，则该队员反选房间进入队伍。我们是在这儿不知道的。那如果他们俩都不选我呢？那就是那第三个门在那。然后你走出去，我就去那里。你这个厉害，你这个厉害，好笑哎。对，有他有梗，真的。两位队长都准备好了吗？啊，这里吗？第一个，我就选一个比较出其不意的人，尽量不要跟娜姐抢人嘛。Hello， 我们全家都很爱你，我们可以全家，我弟弟妹妹、爸爸妈妈全部都很喜欢你。谢谢。你是自己创作吗？对。刚刚那个 VCR 里面的放的一个背景的音乐是你写的？对。这个还蛮厉害的，这个音乐。对。发疯。谢谢宝宝。杨宗纬唱歌挺厉害的，但是他跟我是有点顺撇了。努努，我们之前唱的那个，我们同唱一首歌，对吧？好听哎，那是我唯一唱过的一个有闽南语的歌曲。什么歌？我们同得一条瓜，是不是那样？就刚关一条瓜。对。其实我早就盯上魏如萱了，觉得魏如萱的东西比较有意思。哎，到底是念娃还是娃娃？肯定是娃啊嘛，你说娃呀 ，W A A 嘛，哦 W A A， 那就应该念娃啊嘛。他其实那个只取一个音嘛，那个娃，就娃就可以了。娃不是坏蛋。我先选这个。好的，那两位队长已经准备好要揭晓手中的名牌是谁了。我的想法就是我尽量不要跟娜姐抢人嘛，哈，所以我就选了这一位音乐上面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的一个歌手。古灵精怪的想法，这里全部都很古灵精怪啊。就你最怪，你最怪，应该是你。我觉得喜欢这位歌手的那种创新，做音乐本来就是要不停地去找到自己快乐的东西。快乐创新。好的，那两位队长，我们统一来揭晓，好不好？好紧张，这种东西。请举牌。魏如萱。好棒啊！真的想到一起了。魏如萱，所以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会选呢？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环节我们能撞上。我还挺自信的。你也选他呀？我也选了他。你我受宠若惊。怎么办现在？怎么办？我哎呀，张信哲，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就弄这些不着调的。不着调的。哎，那你把他让给我嘛。
那你就看轩轩怎么挑了。魏如萱，请您反选入队。你进入哪个房队伍的房间，就表示选择了哪支队伍。哎，魏如萱小姐，他来叫你，你好好想想啊，哥。好好想想啊。我好，我是觉得魏如萱，你是应该考虑考虑。我。压迫感来了，我下雨该考虑考虑哦。毕竟我是看到了很多那些小学员都在选魏如萱的歌，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就用了手段啊，就是不停的在表达我对魏如萱的喜爱。我一直觉得这个人很好奇，我非要见他。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你了，我早就提出来了，我说我要见这个人，有机会跟他合作。不要被那个导师的那个一套说辞。啥导师啊？啥导师？我觉得音乐和音乐上的碰撞跟分享，对吧？我觉得我身上没有的东西，我就是要学啊，喜欢他这种文艺小清新啊。文艺小清新还有好多呢。啊，他这我先把他摁住。好，现在开始抢了。魏如萱，请您做出选择。啊，我现在要做决定，是不是？是。哎，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我要去这边还是去这边？不然你得了呗，谁帮你得罪人啊？千万别问，你这个时候问的不一定讲真话的。好可怕哦，你们啊！做出你最真的决定。好，我选好了。好，厉害。所以我要自己走进去，是不是？是。你去到里面去。进去了，去吧。哎呀，搞得跟正好，哎呀，有点像好声音的那个开始。他把门一推开的时候，我那心，你知道那种扑通一下，就那种扑通，就是有点兴奋、激动，然后又觉得有一点点内心里边觉得打败他了那个感觉。快快快！你选我，成功了。哎，阿哲哥算不算抢人成功啊？也算啦，谢谢你啊。那你下次要选哪一个？我就不选了，快先说一下。好，我选男生。那好，你选男生哦。啊，好。第二轮队长选择开始，限时两分钟。你看，我觉得他是唱将派的，绝对是技术含量的，但是他跟我有点顺撇。了解。我对他 好，那这给他，然后自己拿过去，自己帮他。我们先贴好是吗？哎，对，自己先放在那儿哈。好。其实我对花花跟那个张杰，其实他们俩我谁都想选。然后呢，我觉得张杰也是唱情歌挺厉害的，我跟他唱肯定绝对震撼，但是跟他呢就会有一些改变。了解。音乐上的改变。好。好。好了，我选完了。我也选好了。好，那我们就同时亮牌。哇，又选到一起，哈哈。啊！两位，他们俩又一样。花花哥，两位队长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哇，同时被两位队长反选。哎，怎么又来了？你好可爱啊，真的是选一样的。我以为你又在那个扰乱我的那个想法，这就不好玩了，也不一定也好玩。我以为你说你选男生是要那个扰乱我的那个选择。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跟华晨宇呢就会有一些改变，我也渴望他给我提一些好的想法。华晨宇，我很需要你。
娜姐每次都特别深情啊，哇，真情。因为花花其实之前我就翻唱过她的歌，但是呢一直没有跟她合作过，所以我就想说，哎，这次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在舞台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合作，所以花花就看你怎么选咯。好，请华晨宇做出您的选择，限时一分钟。华晨宇，哎，我一直很想跟你合作，只是难以启齿。因为我太多机会跟你都擦肩而过，不是在酒店就是在大堂，不是在电梯里就是他就闪了，没机会跟你表白。我特别喜欢你，真的唱得好，创作也好，太会抢人，真是太会抢人，一定要学着这些经验。这个花花，你知道我叫娃娃吗？娃娃，花花，你们就是同一队的。娃娃，对，然后你是花花，花花是同音，对不对？是同一队，对，同一队，就是他是用谐音梗来搞的，对不对？嗯，好 ，OK， 我选好了。啊，他选好了，他选好了，你太厉害了！他看他会不会走进来。去阿哲那儿了，是吗？是吗？啊，去了。你是去阿哲，是去阿哲那儿了吗？花花，这个谐音梗给你搞定了，这个谐音梗，这个谐音梗我帮你搞定了。娜姐的麦并没有在手上，可是是怎么透过来的呢？声音那是娃娃的。哎，我们这么抢人是不是太卑鄙了？也不会了，还好啊。那我们再继续下一个吧。OK 啊。第三轮队长选择现在开始，限时两分钟，请队长和队友充分讨论。这可以给你一对。希望我们都会。张杰我是没问题的，嗯，但是我们是，我是少航跟我也没问题，嗯，可是我真的，哎，你看哦，他们，你看他们都姓张，他们就会变，哦，有没有？那就让这仨张放一块儿，对对，仨张，你觉得这靠谱吗？我觉得他可以靠谱是吧？因为我是听杨坤说的，说他特别棒。嗯，对，我帮你拿下他，藏起来是吧？你还有想到他这边哈？他自己拿上来，哎，就是如果这个样子的话，也挺炸裂的。哇，他全是炸裂的。你知道他们这边多吓人吗？那他这全是那种很炸裂的，很炸的，对。哎，选好了没？选好了没啊？哥哥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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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急了，他急了，急了。那边是真的是在认真的去想，讨论的，对，认真的讨论。对，我讲一下我的想法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现在这个排法把佳琪加进来的话，虽然冒险，但是我觉得好玩一些。我喜欢冒险。对，我也觉得是好玩一些。好吧，我也想冒险，那咱们就冒险。好了，选完了，拿了，拿了。请同时揭晓手中的名牌，三、二、一。一个人吗？哦，终于不是一个人了。哦，马嘉祺和少涵，要走了。要走了。等会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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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见。加油，拜拜，拜拜。我喜欢你。谢谢，谢谢。拜拜。恭喜两位队员，请进入相对应的队伍。一会儿老师们都进去，咱们就四个人，一人一个沙发，一人沙发，哎，卧躺，我就是沙发发长。啊！哇 ，Welcome！ 你的哥哥跟姐姐，我们都说了要冒险。
吗？因为我们四个人的风格太不一样了，很不一样。所以要合作起来的话，就会容易找到，就是说，可能要擦出，要不就擦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来。好的好的，我尽力，我一定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这音乐不就是玩吗？真的，而且他们说你很会跳舞。是的，我是唱跳。他没问题，他唱歌肯定。他是唱跳那一类，强哦。嗯。陈立。嗨，坏特坏特，嗨，你好，你好，喜欢你歌。对。那个。哟。那个，我们要出来。怎么了？拉一下票。拉，没有出来拉人。对。哎，直接出来拉人了。对，因为他们抢人抢太凶了。对，抢太凶，也不是啦，是我自己策略失误了。就你们两个了，来，快给我过来。会。走吧。直接拉走吗？对，直接进是吧？对，你们两个就是我们队的。加油！哲哥平常不说话，然后一说话就是直接拉人。对，直接拉人。对。迄今为止，所有的常驻歌手都已经入队，接下来我们下一轮的队长选择即将开始。哦，现在就是只剩下那个嘉宾。你知道他以前在《好声音》曾经在我的那个队里头。哦。后来他就在台湾发展的特别，他台湾人唱的特别好。他是大嗓吗？大嗓，大号。他的声音有一个很特别的，他的声音很带有颗粒，有颗粒。嗯，而且后来拿了金曲。如果这么算的话，我也拿过台湾金曲奖，你也是，哎，我也是，他也是，哎，三个，赶紧上啊！这样吧，对吧？他选好了，我们队长选好了，那英队长已经做好了选择。他们俩挺有默契的，反正对，我觉得他俩真有默契，说不定真选到又是一同一个，毕竟剩下的也不多了。绝缘啦，你花花去哪我就去哪，没有了。哎，我们确定要让坏特可以追星成功吗？我们要这么坏吗？我们要直接拆散两个了。其实我是觉得，其实怡良也不错。对呀、啊，都很好。对、啊，其实四个都很好。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选谁都 OK。所以真的很难。对，我们主要是看那个音乐的风格进来有没有一些新鲜的东西给到观众，新鲜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对啊。是的，对。我选陈立。那我们就先走跟你。我们对啊，我们就先把好。对。两位队长都已经做好了自己的选择，我们倒计时，三、二、一，请揭晓。OK， 我是这边的了。那我们俩过去了，刚刚好。恭喜两位老师啊！可以可以可以。好，那我们就先过去了哈。拜拜，加油！再见，拜拜。耶！啊，下完之后那就真的，咱们四个再聊啊。哎，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啊。啊。哇，嗨！哎 ，hello。谢谢你选我。不会，我们大家的选择，对啊，对啊。你们商量过了？不是，你要特别谢谢杰哥。咋？没有跟我，我们是大家所有人都一起选的，所有人一起选的。这边很温和，就是。哎，那不一定哦。我杰哥在台上很凶的哦。哪有哲哥？你别这样。我来了，爱了。谢谢大姐啊，谢谢你们选我耶！这好玩吧？好玩呢，有点像回到好声音。好玩，好玩。哎，你知道他刚刚的那个是怎么选？他说，因为你有拿过金曲奖，嗯，然后我也有拿过金曲奖，哎，他也有。当然，我们仨。Yeah， 你说怎么办？真到不行，亮晶晶，亮晶晶哦。来吧，咱们再想下一个。好，下一轮的队长选择即将开始，限时两分钟。别两分钟了，没事，放平心态，放平心态，没关系，都是体验，什么都是体验啊，对。啊，抱着一颗啊平常心啊。
欢声笑语。不是，咱这叫强颜欢笑。谁强颜欢笑了？我高兴着呢。开心的很。对对对，没毛病，美的不行。我们要先把团拿下来吗？你觉得夏日吗？嗯，我觉得如果是团体的话，我们在台上有一个不一样的氛围。好，我们先把团拿下来吧。决定喽。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因为现在的人就是坏特呢，我也喜欢，我也喜欢，是吗？嗯，就他那种音乐那种模式，我都真的觉得挺好。他喜欢你，我刚才有听他说，高成宇在哪里，他就在哪里。真的？他刚坐在他旁边告白吗？花花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就他已经被选进来了。你会害怕吗？你会怕人家这样这么近距离跟你告白吗？不会，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音乐，我刚刚有听。你看，他喜欢他。啊，其实这个我也喜欢。这两个人我也，哎呀，这不是，也都喜欢，全部都很好。你觉得他会跟他们走吗？我觉得会，我觉得会。哇，这边真的是，你觉得很难吧？很难吧？我刚在这里面。你觉得我们这个北京腔重吗？有点重，但是我还在就是听，我觉得我听得懂。我怎么觉得你也有北京腔？没有啦，但是咱们可能会互相传染，互相的。不过我要学一点点啊啊，北京，北京话，北京话，北京话。对，这块没有儿化音。北京话。对不起。你可以靠近一点点。OK OK。张哥教了一个地道，滴滴滴滴滴滴滴道。吃了吗您那？吃了吗？吃了吗您那？您那是什么？就是以末语助词，就是您。吃了吗您那？吃了吗？吃了吗您那？哎，那个您那得稍微往下。吃了吗您那？吃了吗您那？你不是音调，是到那、就您那。吃了吗您那？差不多。对。哎，怎么称呼你？我觉得我们是夏日入侵企划，然后我是吉他手。吉他手，你是？吉他手肯尼。肯尼，然后你是？我是鼓手口。空。口。口也行，口儿，你是？我是贝斯皮皮。你可以坐靠近点，在这里，你也可以坐靠近点。要不咱们都往中间点，这样显得稍微热闹了一些。对对对，抱着，快点！好，来选人呢，已经忘了，那往那挤挤啊。快点，快点！我们都已经选了好很久嘞。有，好了，好了。好吧，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好，两位队长都已经做好了自己的选择。走吧，走吧，走。好，我选完了。不要这种强烈的心理预设。请两位队长同时揭晓手中的名牌。哎呦！公平的来说，喜欢坏特呢，举手。是吗？全票。哎，我跟你讲，等下亮牌，然后你拿，因为他们开心。他们开心的。哎，花花我来了！谢谢各位老师。哎，对，我来了！恭喜两位队员，请进入相对应的队伍。哎，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谢谢老师选我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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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样我们就很热闹了。好热闹！耶！开心吗？开心！哎，你来生生不息，值了。对呀、我要哭了，真的值。我们要赶快上下一轮了。觉得？来，动作。嗯，因为他们已经有王佳琪了。对啊。对，我觉得可以。啊，那这个帮他们放上去。哲哥已经选好了，他要坐着的。哲哥选的好快。对。嗯，我们男生女生比例差不多耶。其实男生的舞蹈跟女生的舞蹈还跳法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男生应该会合作会更顺畅一些。就两个人，你们选这么久啊？好了。好的，那两位队长，我们统一来揭晓，好不好？请揭晓。哎，
那我就先去了。你要选哪边？哦，对，我要选啊！我的天哪！这一次两位队长做出了相同的选择。老衲，你不是已经有马嘉祺了，你还选个陈立农干嘛？因为刚才我听花花说，他们俩是可以跳那种唱跳型的。哦，那怀特放哪儿啊？怀特不用，有我们在啊。怀特是花花的。怀特是你是花花的，都 OK， 他都行，他都 OK。来，快说，来，快说。龙农，你要记得，我们两个已经同唱过一首歌了啊。对，那个是个很好的 intro。是。接下来我们这个队里面很多人都很棒的合作，对，就等着你的最棒的声音来了。好的，好，那我来了啊。啊？你花花啊？不是。那个农农，娜姐，你把我名字叫错了。花花要跟你说话。糟了！就是我，农农，我们是想了一下，就是觉得男生如果跳舞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配合的会更默契一些。然后，如果你想挑战演唱的话，那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有很多创作的类型的歌手，然后也可以帮你去发挥你的演唱的部分。团队很需要你。请您做出选择。好，那我知道了，先走了。立农过来吧。立农。成功！我可以非常骄傲的说，我们队每一个都是唱将。我的唱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他在舞台上面的这个表演跟音乐所有的这个部分都是非常扎实。请坐。啊，去那边了。走，我们一起把他请过来吧。陈卓璇，陈卓璇，娜姐，我们集体出来迎接你，走。好 ，Welcome。谢谢。今天这个队伍算是娜姐的心中的理想阵容吗？就是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他们都代表了自己的个性，我觉得就我们这个组里头有几位，就都是比较玩个性音乐的，没问题。好的，你跟佳琪如果选到对的歌的时候，你就唱跳吧。恭喜所有的歌手都入队成功。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下一次公演的一个准备。我们有五个年代，正好我们有五轮的竞演，每一轮的竞演是两个年代较量。那我们这一次的抽签呢，我们会请娜姐和哲哥来进行。其实都可了，因为可以，因为这两个年代真的有很多太好的歌。两位老师可以看到您的左手边镜子那儿有两个文件盒。请娜姐和哲哥打开那个盒子，就决定了下一场我们队伍唱哪个年代的歌。你先选，女士优先。好。好，那就这个。好。你跟谁一组的？好了，我们一组。哦。我们不是一组的。这些都好听到不行，快传一下，很厉害哦。谢谢。OK。还不错啊。这里边啊，你发挥的空间太大了。真的吗？真的。醒时分怎么唱？非常好听。哦，你爱了不该爱的人，词也写得特别好。翻唱特别好。
张三的歌，张三的歌，对，这还行，张三歌也好听。相信各位老师都有很多的想法，在这个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轮竞演的歌曲的数量。我们第一轮的竞演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每一支队伍在每个半场的时候会有三首歌曲需要准备。上半场的时候，七组歌手需要全员上场。哦，我明白了，上半场就是二二三，不一定。这个是平均分配，但是他的意思是只要七个人都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可以是一三三，也可以一二四，对对对对。然后下半场常驻的歌手全员上场，当然这个底下还是有其他的组合形式。那就肯定要唱两首歌，对吧？接下来我们将会两队同时进行讨论，每一队派出一位代表来客厅揭晓我们刚才讨论出来的一个组合是谁。请我们所有的歌手一位到自己的房间进行讨论。谢谢，咱们进房间商量吧。嗯，好。两队歌手请注意，十五分钟后，请两队各派一名代表前往客厅，揭晓上半场任意一首歌曲的人员搭配。啊，只是说一个组合就好。对，组合。组合是不管怎么样是个组合 ，OK， 好。而且一定是两个两个三个的，不一定，不一定是吗？而且还可以各种组合嘛，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出战两三次，这样也都有可能的。好，那现在我有一首《哭砂》，我愿意唱，如果有人想一起唱的话，那就我们随便怎么样出去就是了。哭砂没有，我是喜欢，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配男生比较好呀？也要，要不就我俩唱吗？真的风吹来的沙，我们俩唱唱来。来风，我们唱副歌。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想出我在等你。你好高啊！我站在中间有起鸡皮疙瘩，我这样子收身哦。那就是好呀。那还可以。那就是好。可以啊，可以啊，也还行。好，反正至少有这个备选了，我们。嗯。看看大家有没有。突如起来更好更好的那首歌就真的很有性格。哎，你我不想失去你。对，但是他跟那个叶欢合唱的那个歌好好听哦。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永远的痛。对呀，张磊老师热情洋溢的在那儿哼唱这些歌曲啊。对，然后他们在哼唱一半的时候，就明显能感受到哦，你没听过啊。哎，我们唱的他们完全无感，对，完全对不对？我再试一下，我唱一个看他们懂不懂。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为何不对你没有情感？哎，这种感觉很舒服啊，唱完之后没反应，很少唱完之后有人没反应。对，没有，你还有，你看这边还有没反，更没反应。对对，旁边没有。这几个在干嘛？我觉得八零年代是民歌很重要的时期，不管怎么样应该要选一首民歌的校园民歌的代表。嗯嗯啊，那这样我会想到城市少女。哎，轻轻挥洒自己的第一色彩，年轻不要留白。哇，这首歌好动感的，我可以跟张韶涵唱。走出户外，你跟我一起跳。可以可以，我说是我是认真跟你讨论。好了，就这么决定，就你们两个。假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吧！哎，看一下我们，我们一起来一下。怎么了？欢迎两位给我们带来《年轻不要留白》，Come on！轻轻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留白。这可以哦，这可以啊，这个冲击感蛮大的。可以，反正就是要有各种风格嘛，我们可以唱跳啊。可以啊，啊，唱跳。这么早就拿出你的杀手锏吗？对啊，你这么早就唱跳了吗？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隔壁一堆怪咖。哇，他们肯定很多鬼点子。我们就先想，我们这个队的特色是什么？他们那组根本没有的。嗯。嗯，就怪特这种的，得出其不意；你这种的，出其不意。我其实特别希望有一首歌是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昨天看完坏特的表演，还有今天娃娃的表演，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的音色是非常有
特点的，嗯，而且，我觉得挺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有个那种，一个很酷的表演。哇，酷！其实我脑袋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娜姐的音色其实还蛮适合。嗯，我就一直想追求这样的音乐。我们三个不可能吗？我们三个不可能吗？也算是可以有一趴，然后就是，娜姐，花花要跟我们两个啦。他的那个声线也是有一些怪的地方，感觉就是可以成立的啊。哎，你看这个人，哎，他就是想跟你配一对呀。可以。想一下。15分钟限时已到，请两队各派一名代表前往客厅。哦，那你去吧。好，加油。这个不用加油，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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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杰哥，我刚看到是两个人，对吧？对。啊，我可以先亮第一个。哦。那样你要这样亮的话，那我肯定就这样亮了。我们这多得很呢。来吧，猜吧。多得很。张，对啊，那肯定是杰哥你了。你都出来了吗？我出来了，我不能当代表吗？行，我坦白一点，我第一个人。魏如萱，我第一个人是他。啊，哇，陈立，这两个有看点，没想到是不是？嗯，我第二个人，那其实这个也很好猜了，贴在这儿。我还有一个人，哦，你还有一个人，那我们一起来揭晓好吧？来，3、2、1，嗯。果然是你啊！哎呀，就等于是你是大合唱的歌，对吧？对，他应该是怪的。我们就煽情，陈立跟张杰。哦，这太炸了！看到了啊，妙不妙？妙！效果有没有？有。我们刚才说到这些，他这首歌可能会做得很怪。对。我觉得不要管他们的东西，就我们唱的爽就最重要的，对吧？其实我们这个组合其实真的挺好的，挺好，有好多种玩法，很难想象得到的那种感觉。还有一种分配法就是娜姐和阿姨良好，对，你们俩声音颗粒感超级，我们两个人10000000个的就是稳稳的会把这歌唱得很好。另外就是佳琪跟卓璇可以有一个表演，就这么定了。好了，来吧，我们第二组。80的选择对我来说确实稍微少了一点。越少你就越好找，我们多的就不好找。我们现在别人吗？反正如果我唱的话，我觉得闽南语我可以贡献一下，小贡献一下。你想唱闽南语啊？那我陪你啊。那可以贡献一下。限时时间到，请两队各派一名代表前往客厅。我们先把人分了，好不好？农农跟谁？哲哥。跟哲哥。好。我觉得咱们这儿可以。嗯，这样的感觉。对。好，那我先出去。哎，哲哥。哎。你要先揭晓还是我先？您先吧。先让我瞄一眼，我看拿出什么人对付你们，好不好？娜姐。娜姐吗？你确定要贴上去吗？你真贴啊？真的。娜姐，那个唯一可以搞定娜姐的就是这个。哦，农农，农农，哦。怎么样，农农哥 ？OK 吗 ？OK。艾怡良啊。艾怡良当然就是我亲自来解决他咯。哇塞，那怎么办呢？好像打牌哦。
最后就是我们两个了。哦，我们最后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哇哦！哎，很有趣，很有趣，也挺有意思的。夏日跟宗伟，邵涵 ，Good luck。各位歌手请注意，五分钟之后我们将各派一名代表前往各厅，揭晓下半场全部歌曲的人员搭配。五分钟，天哪，真难啊。就我们四个人分摊了，他们就没有机会。或者就还是二二三的方式。对，所以让他们继续上。好，可以，行。我想申请跟花花合唱一首歌。合唱一首吗？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我想唱一点那种怪怪的歌，试一下。怪，就是你平常那种，你愿意吗？我想一想，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怎么了？我们两个要不要来弄一首很 groovy groovy 的歌？好啊，你等一下来报名。好，你们俩在干什么？我们有一个阴谋了。什么？我们两个想报名。报名什么？报名什么？我们两个想报名其中一对。我们想要 groovy groovy so so so， 什么意思？说，就是他主要的那种曲风。So funk， 我可以哦，我可以，我可以跟你们一起。Bruno Mars， 台北小队。可以，我去放。第二组呢？花花跟卓璇吗？我了解一下，我先问问。我之前其实就是像那种大高音唱的很多，《人质》我唱过，《血腥爱情故事》我之前也唱。《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吗？小马刚申请是跟娜姐一起唱，如果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儿子跟妈唱一首歌 ，OK。怎么着？娜姐自嘲，太可爱了吧？我觉得会很好听，可以啊，可以可以。但你娜姐是跟佳琪一起，是唱什么类型呢？我们是先定人。下面三首歌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四个常驻的话，一定都要出现。我觉得因为这人全是合唱了，肯定还是要单独唱的时候，看是谁想要单独唱。单独唱我这次就先 pass 吧，因为我准备演唱会。对啊，对，那就只有我们三个。我不要啊。可是你不要就只剩下两个。那我也不要。咚。为什么？不要说，不要任性啊！你开玩笑的了，没有。完了，我这五天连续的话剧，每天五个小时，大家都太忙了。我想想啊，我想想，我们先想一下我们怎么搭吧。对，就比方说我们可以唱的音域，然后搭在一起会不会好听？然后曲风，我们要不要来一个，譬如说全部男生的合唱，这也是一个梗。这非常好。都是男生的一个组合 ，OK 对的组合。那我们最后一首就可以唱《明天会更好》。其实，反正我们在一起都是缘分。对啊。干脆就是闭着眼睛，然后选个牌，然后两个放一起，不是比较快吗？就是，或者就看着名字，感觉是可以放一起的，就放上去就好了。或者是哲哥，你待会上去就这样。不不不，我不要上去。我觉得最疯狂，我觉得最疯狂的是你。你上去放。不是，我待会上去我就这样子哦。洗牌吗？洗牌哦，我真的这样洗牌哦。但是一定要记住，常驻是必须上的。没事，我会先排好。对，如果没有常驻的话，我就贴个彩。好拽哦，好拽啊，这个可以吗？对。哎，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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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会儿要很拽就。对，这我觉得早就该怎么来，我跟你说真的啊。对。可以吗？可以可以。Thank you.
好了没？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左岸，魏如萱，快去！去去来了，矜持一点儿。哦，矜持，矜持，不是坚持，是矜持。刚好没有。我们是随机的，我们随机的。骗人！真的，真的。你们是随机？随机。比如说你抽到什么就放上去。对。哎、欸。我真的一直在洗，你看，你可以检查，帮你放完，你看我检查。还是我帮你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还叫我妈抽哎、欸？抽牌。哎、欸，有炸是不是？有炸。又是帮他抽。好了。好。我们让他抽是吧？可是这样他就帮我们决定要几位了，就让他让魏如萱决定了。快点去跟他讲，他这个举动有点蠢。完了！等一下，宗伟哥，干嘛？你还是要自己放。就是虽然说我们是随机，但是人数不可以让他们定。对，你先回去，我们要开个会，对不对？哦，好。到底怎么啦？就是如果让他们放的话，他们就帮我们定人数了。哦，虽然我们是随机，但是也没有那么随机。我以为这样很拽，不好意思。拽过了。我们也认为有一点点啊。过了，哥哥。但是刚刚你的第一下出去拽的时候，那效果是有的。确实是拽，确实是 OK 的，已经够了，那个效果已经。那等会为什么他们回去呢？他们也在想。我们在干嘛？不是，他觉得我们有诈，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心思，对，根本没有计划。他以为我们在第五层，实际我们在第零层。哎，他们就是想太多。他们说这是什么套路？搞不懂了已经。我们团队的这个主要宗旨就是高兴、随意、相逢是缘。哎，我就特别好，没有招啊！师傅，我这剑法我已经全忘了啊！对，那你可以上场了。对，无招胜有招了。我们成功用十五分钟破坏了他们的十五分钟，这不错。哎，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怎么了？有诈是不是？有诈？对面说来啊，来你抽，你抽，我们是随机的。好摇滚的，好摇滚哦！我觉得很帅。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抽啊。然后我就准备要摸的时候，说好，暂停，暂停。哦。接下来，请两队各派一名代表前往客厅。好，我去。不出来是不是？换我的。快点。快点啊！彤彤，交给你了。再帅一次，再帅一次。好，一个人独唱的部分。好，那所以你就随便贴，你看贴到谁？有没有一个人的？就反正我们四个人，你随便贴，贴到谁就谁唱。那我知道了，四位其中一位独唱，没问题。这个也有趣了，是不是？盲盒，盲盒最有趣，盲盒最有趣。能呢？他们说你们是随机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啊。那你要自己抽哦。对，因为我们有一些想法，但是还是随机的。骗人！那我抽一个。你抽一个是不是？嗯、但是你也不能看，我也不能看。好。好。反正你们那么 rock。好了 ，OK。不能打开哦，啊你也不能看哦，我也不能看哦。好，就是他了 ，OK。好，上去我看。哦。好，真是这样，真抽哎！那我这样，换你先贴了吧。哦，好。哦，这样。好。来。哎，不对，不可以这样。他自己当然知道哪个名字在哪一组啊。对，他知道张杰是在歌曲六那儿。还是他乱放，他才不是乱放的。快去花花，你看他都知道，故意的。对，他这种都是故意的。那这个耍赖啊，被骗了，你不要被骗了。
他是不是他乱抽一个他就根本已经好了？是不是，你是规定了他这个是放在第几个了吗？没有，这是我随机放的。如果你随机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抽这张，我不看名字，我这一张我放在歌曲四这里，我背对着。不，可以。如果要是随便抽的话，你看，你差点被他骗了。随便抽，他要搞套路，他要套路你。不要玩套路，对不对？哎，我真要打起来，打起来，要打起来！那直接出战了，因为现在说好了，歌词五，你要真抽到了张杰，那你就要放到五。我放了呀，他现在这三张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下一张，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抽一张，好了，就放到这儿。翻，年轻人在讨论，我们到一边站着哈。我也。哎，我们也可以随机啊，我们认了，愿赌服输，我们也随机好不好？行啊，我们随机，那就随机，要玩就玩大的，对，互抽好不好？按照顺序放，可以啊，互抽，他们也要随机，那太棒了。有一个一定要先确定，就是有没有独唱，我们没有独唱，二三嘛，你也可以搞乱他们，他们也可以有一个独唱。因为你也抽随机嘛，什么意思？对，因为如果是互抽的话，我们抽一个，他们也是，他们也得一个来陪我。要乱就都乱，那你们也要有独唱啊！你们要不要？娜姐，你的歌《愿赌服输》。对，太刺激了。那我们重新来好不好？全部重新吗？可以，没事，全部重新来，全部重新，全都重新来吧。好啊，哎，好好玩的。来吧。好。我抽一个，好抽，好吗？好，这个，这个是，不是，你不要，先不要看，没有看，不能看，好，那我来决定放哪儿，可以吧？可以，好 ，OK， 那我决定放在这儿，好，谁？阿哲哥，哎，好，游戏可以继续开始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独唱的是吗？对，独唱 ，OK， 阿哲，看你们有没有随机。随机随机，好，他们怎么那么多人啊？对啊，都很好。哎，你们四个人一起去，感觉这比较有气势。也是，走，去。怎么回事？看不得欺负我们小帅哥。哎，好，怎么啦？这个情况就是对面三组，我们也是三组啊，对吧？好。好，来了，那他们来了，来了，哎，你们来了，哎，刚好的，来，嗯，好，啊，我以为我们也都随机呢，要吗？我们要吗？来放，好，来喽，我们所有人都 OK， 要不要？我们要到随机啊？可以，咱们可以让他们，可以让他们抽嘛。老师，我们要玩就玩大的嘛。对，既然玩大的话，就全员都上。我来抽一个，你给他。然后你全给我啊，你抽，然后你来放，你说放哪个？你说放哪？三，好，放三 ，OK， 太刺激了，哇，今天这个确实有点刺激了，我抽一张，好，说放哪？你说，你随意，我不敢，我压力好大，随意，对队长说，花花，那就四吧。谁呀？小马，好，小马，来，来吧。对，放哪？你们定吧。好，你们定，放。那我均匀一下。好了。啊！直接走到我，吓我！来，要继续喽。继续。好。好，来。这样。然后换你。好可怕哦！那要放啊，四五六。这个太像了，嘣！这个太像了，嘣！这个有点。Oh my god！ 这怎么弄？蹦出新滋味儿。来，这个，啊呀，这太吓人了。我跟娜姐抽在同一组。喂，我们应该把饭弄到这里来吃。放那放四啊！哦，哲哥想抽一个吗？好，我来抽一个，好，加油！加油！随便放。
啊，新滋味儿，嗯啊，也是个新的，可以啊，玩的就是心跳，天哪，行。哦，没有什么不能放的，其实，既然我们都不是，我们都啊都打乱了，都这样了。看，都可以，都可以。那我就是。哇。哇，对啊，他们要随便放也可以啊，反正无所谓。咱们就剩一张了。对，我们就剩一张，随便放。你要让他独唱吗？独唱好啊。还有一张啊，还有一张啊，厉害厉害，是挖洞子啊，厉害厉害厉害，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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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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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最后一张是哦，宗伟哥，压力就是不敢，不敢，随便放哦。所以你们有独唱嘛，对不对？不，你不让我独唱也可以，嗯，随便你，哎，对，就变这样，然后。这样这个你放，对，那就这样了，这样的话就是223223，我觉得就全部人都上去了，啊哈，这个定了，我们第一期就玩这么大，我觉得有点意思，太刺激了，好，谢谢，再见，哎，我们要走出舒适圈，好。娜姐，我担心你，我真，我已经，我有点崩溃。其实，我之前就觉得你其实可以跟他玩一下。太刺激了，太刺激了，是不是很有趣？我们看到了，这两个都是封神的唱法，你说怎么办？天哪，我们也没有问题啊。是的，我们最期待的就是娜姐跟坏特。我对你特别有信心，我现在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现在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了，怎么办？娜姐，娜姐，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对，就要扭了，是吗？他是唱歌就这样，好的，我就，我每天可以就扭就行了。No more, no more, no more, the road, Jane, I want to come back, no more, 是的，很对。My love that treat me so mean, you're the meanest old woman I've ever seen. Yes, ever you say no, I never ever ask you no more. That's what. 哎，我觉得就是可以一点点，我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我以娜姐为主，娜姐你想唱什么我就跟着唱什么，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我们俩可以想一下。好，嗯。好吧，你们三个，我看你们三个怎么搞。怎么搞？三个也有方法。我能不能只当你们两个人的 dancer 制作人？然后所有和音全要你唱。对，我只唱和声。啊。啊，超累的。终于结束了。我刚才看你在那边。不断的说服他们，对，努力了，真的很努力啊，辛苦辛苦，对，一个人大战对面好几个人，现在就是回去想歌，对，嗯，好，对呀、啊，我跟夏琪，嗨，嗨，嗨好玩好玩好玩，会好玩的，对，咱能一块排练回去啊，可以，好，我觉得对面有几个都挺刺激的，是吧？我挺期待娜姐和坏哥的，对，我就觉得很酷哎。那我们要不要盯一下服装啊？连唱什么歌都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整的稍微反差一点？我们比如说前面玩点朋克什么的这种。要不然你如果相信我的话，我帮你们企划一下吧。也行。这个我们的口号可以是就是唱歌就是开心这样做一个收尾。对对。我们的口号就是开心最重要。3、2、1，开心最重要。那英队的宣言是应有尽有，另外一句什么来着？应有尽有，那才好看。
大久等了。演唱会成功吗？啊？演唱会成功吗？开心，是不是超开心的，但好累哦。我这次选那个演唱会的歌单，反正我就是故意这一场，我就是要摇滚到那种已经到黑死那种状态，摇滚到死。我有一幕是我直接趴在地上，然后这样甩头发，对。因为站着甩不稳，然后我看着整个人就趴下先甩，对对对对，好好玩哦！你太厉害了。那你也知道我尝试唱你的《默》，然后大失败，因为你摇滚啊，也不见得。但是我就是没有头腔，你直接就可以上去那个头腔哦，所以我的《默》听起来就很像。嗨，嗨，卓璇。哎，你好可爱呀，小马。小马，嗨，我们俩在选歌呢。啊，你们在选歌。对，来一起加入吧。好。往这边搬点吧。好的，谢谢谢谢，真是一个绅士，谢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俩跟花花还有一首歌嘛，然后我们觉得说想就是让观众更有新鲜感一点，添一点多样性。对。就怕观众觉得不新鲜。对对对，啥意思呢？就是说想要，用别的方法还是？对，娜姐觉得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是尝试一些新的搭配啊什么的，让我们。对。哎，他这个可以改吗？可以，就是拿那个借用那游戏的那个你的奖品。嗯。改就可以改，改分组。改分组，嗯，你们是这么哎呦我的妈呀！嗯，改呗。我们是找了一些歌，对，我们倒是找了一些歌，因为想说这一次可以有一些就是国风的东西，然后跟台湾的歌曲有结合的。然后小马也选了一些，我也选了一些。我有一首我觉得很好的歌是《千年之恋》，哦，超难唱。对呀，你胆儿太大了，选那首歌。因为想到00年代就会想到周杰伦老师的中国风嘛，嗯，然后选了比如那个东风破、兰亭序，兰亭序也好听，好听，嗯，您两位有什么想法吗？歌型是我觉得蛮好的，那我可不唱那千年，那不就是我唱了吗？不，娜姐不唱千年就我唱，对呀，啊，那歌太猛了，除非你跟他唱，你会想唱吗？我会想唱，那我可以唱阿信的部分吗？当然呀，我只能。那也不像你啊，你其实你可以摇滚的。我好像有那个魂，我刚才还才跟娜姐聊到说，我真的好像摇滚音乐。你相信我吗？我当然相信你啊。那你就真的要唱摇滚了？可以，来吧。对吗？可以。怎么来的？来吧，来吧，我们一起摇滚。摇滚，对吧？对，我们就对，真好。哎，那这个《千年之恋》定了，我邀请您一起唱《兰亭序》，可以？可以吗？可以，可以吗？当然。中间那段序曲我唱。OK， 可以吗？可以吧？肯定会很棒。一定很棒啊！ Yes， 加油！加油！加油！兰亭序，摇滚，摇滚，摇滚起来，都给我精神起来。可以。我们继续听好听的音乐吧。接下来进入派红包环节，芒果 TV 一年会员卡一张，众星捧月照一张，张信哲未来是2.0演唱会任意站门票一张，张信哲，你要送他们四张哈，谢老师，谢老师，谢老师，魏如萱的专属土味情话三连发，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手心。手心。那这个呢？手背。那我是。你是。我是你的宝贝。哦。你哪里人？我是你的人。不是，你是我的心上人。哦。你脸上怎么有点东西？等掉下来是不是？不是。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进入生生不息宝岛季话题页，参与宝岛金曲点亮活动，为你喜欢的歌曲增加人气值。参与宝岛之声答案书 H5， 看音乐如何回答你的问题。
关注生生部机关微节目官方微博，了解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特别鸣谢微博音乐、新浪音乐、微博校园、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官方网络合作伙伴百度 APP、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界面新闻 Zucker、 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首席合作打歌平台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特别合作讯飞输入法、智联招聘、全民 K 歌、智行、百度输入法、探探、土巴兔、一代驾、电台支持北京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珠江经济台、厦门音乐广播、芒果音乐广播、长沙音乐广播、城市地标合作伙伴长沙 IFS、 宣传支持单位喜悦 TV、 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融媒体中心、北海广播电视台，特别合作时尚媒体 ELLA。